さん、あのこの前のお話をお聞きになったように、私もこの台湾に来て知ったことは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ああ、ここでこういう話はちょっと控えようと思ってましたけど、日本ではあまりそういう歴史を教えてくれませんでした。如同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质疑，就是其实不在台湾，在日本也是一样的，有很多历史上的真相，我们的政府是不会告诉我们。でも、蔡先生が私の母のところに戦中から戦後来た時に、私が子供でご一緒しました。从这里，他不禁想到，在二次大战的时期，蔡老师从台湾来到了日本。那个时候我还这么小，老师还这么小，然后那时候蔡老师来到日本，跟我的妈妈石井玉老师学跳舞。そして、突然音信は長い間普通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うです。然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蔡老师回到了台湾，自此我们跟蔡老师之间的音讯联络就完全断掉。だから、この舞踊節が第一回始まるという時に、母は本当に喜びました。那当第一届我们要举办蔡瑞月国际舞蹈节，然后绿老师，我的妈妈石井绿老师受邀来到这边，要跟蔡老师一起跳舞的时候，我的妈妈真的非常非常高兴。しかし、その第一回を前にして蔡先生が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但是就在第一届舞蹈节要举办之前，就忽然传来蔡老师已经过世的一个消息。母はそのことがある、その最初にやる壁画という作品は、蔡先生と二人で踊った女性の母の唯一のデュエットですよ。母はデュエットはそれだけ。我还记得在第一届的舞蹈节上面，原本我的妈妈石井玉老师跟蔡瑞月老师预计要跳的一支舞叫做壁画，这支舞作是很久很久以前玉老师为了就是为他自己跟为了蔡瑞月老师所创作的唯一一支女子的双人舞作。それをここでやる予定でいましたけれども、もうオンディングがやってくださいやってくださいと懇願しても、曲が鳴るともう母はこうなって、チェーどうも心何の返事も瞬きもなく、私も初めて見ました。那在第一届舞蹈节，没想到在第一届舞蹈节之前，蔡老师就去世了。原本要预计要跳这支舞作，似乎也没有办法，就是成功的跳出来。还记得那个时候，肖老师不停地拜托绿老师说，还是请你完成这支舞作，请你在舞蹈节上面跳。可是只要那个音乐一播放出来，绿老师一听到那个音乐，他只是看着前方的一点不动，就像老师刚刚做的那样子，他就一动都不动。老师他觉得他的妈妈绿老师那时候他心里面的那扇窗已经关起来了，他没有办法跳。それは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でも、今日はここでね、またこうして皆さんの力、これは文化として人が絶対に共有する、向き合わ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ね。ここは母の言うようなパラダイスだと思います。但是老师第一次看到他自己的妈妈有那样子的一个反应，他非常的惊讶。但即使如此，到现在这个舞蹈节还是成功举办了10年，每一年老师都来这边。所谓的舞蹈不是自己一个人跳，它必须要靠非常多人的支持，非常多人的努力，才能够让这个舞蹈节，让所有的舞蹈文化能够继续持续到现在。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我们能够持续跳舞10年，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个地方玫瑰古迹就像一座天堂。これからもね、皆さんと、また会えるのを私たちはずっと次へ次へ次へと、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为了每一年都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我也会继续努力的跳下去。谢谢大家。
谢谢萧敬文舞蹈乐团，也谢谢哲天赋的编舞，非常棒哦。那这个只是片段，我们国际舞蹈节的时候还会再表演全舞马。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到。